今天啊，团长给大家测试一期最最最好用的一道配件，配件就是 M1887， 这个配件就是无配件。其实啊，大家打排位一直依赖的就是配件，这个配件好，这个配件不好，所以说大家不要偷懒，好好练习。有的是找找自己的原因，好吧？这么多年了，工资涨没涨？有没有认真工作？这么多。好了，不开玩笑了。然后那个官方也是很体贴的，给我们搞了个直径打击感设置。好了，为了证明团长没有清演员，打的还不是低端局，我们将全程录制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就直接速攻吧。我的跟他妈千方百计。你也太牛了！你那边放个子弹，我有的是找找自己的原因，好吧？这么多年了，工资涨没涨？有没有认真工作？好不好？这么多年。